爸爸有没有传授一些生小孩的秘方或技巧的？哎，这个部分的话，因为今天如果有这样的提问，我相信他会月光要开，然后臀部要朝上，喂，还是什么技巧？先讲一些练习。这个可以写吗？那爸爸有包多少红包？喂，哎，那这个就直接自己问爸爸。喂，没礼貌啊，没有礼貌。爸爸，爸爸都已经包给他了。对了，对了，对啊，为了他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还没去查而已啦。没有啦，对啊，很开心，就是今天能够有这么多人，还有这么多记者媒体朋友来到现场，然后也爸爸也很辛苦，其实这几天爸爸也才刚从南部做公益回来，然后也很累，但是昨天晚上我们还在大概一两点的时候还在讨论今天的流程啦、跟名单的部分，对，所以很感谢所有人，包含爸爸还有我的妈咪这样子，对。方便透露一下那个婚戒大概几克拉吗？婚戒哦，婚戒是零点多的克拉啦，对对对，都小两口自己准备，对对对，就是用自己微薄的薪水买来存的，但是他们两个很乖，都不让我们准备，我们要帮他准备，他都不要，包括订婚宴场地，包括桌次都控制在一定的数量，所以呢，我被很多朋友骂死了，因为真的没有办法邀请，那再加上疫情的关系，对。因为他们已经，对，因为他们是二线艺人，所以不太好。对，但是其实叔叔，对，有两条线，的确也是有在工作不方便过来，但是都给我很大的祝福，在之前已经传简讯，我们都通过电话。而且他们很帅，来账户给我。对，对，直接账户。就他就把他的账户给他，我说你怎么不把我的给他？爸爸是我结婚，我说哦，对的，忘了。对对对。因为不知道新娘没有，哎，这个在努力中啦，对对对。但是以往我都会冠冕堂皇说顺其自然，但我希望我能当个劈腿公啊，劈腿。他想要当劈腿啊公。希望当，因为我的外号现在叫 Peter， 我以前叫 Ron， 我现在叫 Peter， 因为我老婆封我为劈腿包，但我希望我能当劈腿公。我没别的意思，我没有给压力，其实压力蛮大的，但现在就是还是在努力当中啦。爸爸有没有传授一些生小孩的秘方或技巧的？这个部分的话，因为今天如果有这样的提问，我相信他月光要开，然后臀部要朝上，喂，还是什么技巧？这个可以写吗？中秋节，月亮中秋节，对对对，要对着月亮这样。许愿，学到了，学到。我还希望他有小朋友没关系，但是不要叫我阿嬷，叫我姐姐。他没有骂这个字，他只有姐这个字。哦，不骂了，不骂了，不骂，不骂，不骂的。他说如果有小辈有孙子的话，两个帮忙带吗？其实我们会希望能含饴弄孙，但不要长期。好不好？我们算是短期可以啊，短期对，会。好，那我们就隔周送了，隔周送。你们也安排的太紧凑了。对对对，就是还蛮超的。早上吗？哦，直播。对，因为我早上有一些闯关的游戏，都是圆圆跟她的闺蜜去设计的。那因为我有请那个许德伟，现在在那个全明星运动会嘛，还有之前的那个吴尊，他之前也在运动会里面，所以很多关于体能相关的闯关游戏。蛮累的，体力还好吗？体力 OK 啦，不能说不行啦。对啊，因为说不行，他们就混不下去了。Okay. 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